哎，我还要不是不是，我姐姐我还要去干活，不是，赶紧赶紧，我还要去帮你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干嘛？带他去相亲啊？他不是不喜欢老头吗？我今天给他介绍一个又帅气，家里面又很有钱的。都下雨了，玉米都吃完了，不能摘了。不是啊，女神经。都怪你，人家在那边等着呢，真的是。他不是昨天，我好不容易去那里被人骂的，真的是我颜面扫地。我今天又给他介绍一个那么帅气的，他也不去。那个很帅气吗？他都不会说话，口水都一直流的。什么？人家那么有钱的，人家。不是不是，你要搞钱，是吧？你就好好搞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放手，干嘛呢？赶紧赶紧，哎，赶紧，不要让我颜面扫地！别动手啊！现在在下雨啊！你让他在这里淋雨。下雨怎么了？人家那家里面现在在等着他过去啊！你要想赚钱，靠自己的双手啊！搞这些鬼五六七的东西干嘛？他在这里在家里面什么也不干，天天的，让他出去嫁人，让他过好生活。你告诉去那个他也。不同意，真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在家干了啥啊？我天天看着他，他去地里面，我还要去那里累都累死了。你看我现在衣服都没得穿了，现在我看我都快老了。行了，烦死了。你给我少来这些啊！赶紧，不要再让我发现你在什么给小可相亲啊什么，人家不愿意就不。人家在那边等着哎。等什么等？小可不是说了吗？他还去搬包裹呢啊！你别浪费时间啊！哎哎哎，干嘛呢？你赶紧走！放开，你放开！干嘛呢？你当我不存在是吧？啊！烦死了，烦死了！赶紧给我走开！真的是，一天到晚的。小可，小可，怎么了，一泽哥？你姐怎么回事啊？真的是太可恶了！我昨天就说过她了，今天又给你找一个。说你不喜欢老的，给你找一个年轻的，真的，一天到晚就想着那个彩礼钱是吧？他拿那么多钱来干嘛？那是一直跟我已经习惯了，可能姐姐最近缺钱吧。好像他跟那个隔壁小花走得挺近的，可能他要拿钱跟他一起去玩吧。那也不能这么搞啊，那个。等一下你还要去搬包裹啊，这不下雨了吗？要不然今天就别去了吧。要去的，下也不太大，还要去的，还有一点下雨都要去刮呀。对，行，那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，我怕你姐又来欺负你。那边很多草的，那些草都长得好高的，一会儿你去把你衣服弄脏了。没事，脏衣服脏了可以洗嘛，对吧？这个都是小问题，我觉得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嘛，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，然后顺便我在那里的话，你姐就不能这么耀武扬威了嘛，对吧？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吧，没事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到了，一整个。到了吗？到了，哇，这么大一片啊！对呀。哦。一整个，你在旁边休息一会儿，我。掰一下，没事，我帮你一起掰吧。这个看着也简单，没事，不用，没事，我们一起掰。掰完了，我们没事，我们一起掰。哇，你看我掰的，不是这样掰的，是这样掰的。哦，这个要弄掉。对，哦，要把那个外壳给弄掉是吧？是的。哦，慢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没事，弄脏你的衣服，一会儿手会痛的。明天没事没事，我的手皮糙肉厚的，不会痛的。走了，小可啊，你背这么多啊？还好。哇，你这包裹比你人都还重了吧？不重。不重吗？走吧。走了吗？搬什么搬什么？搬什么？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带我男生来这里干嘛？他能来这种地方吗？不是，我来这个地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衣服都弄脏了，你看弄脏了不可以洗啊？刚刚我知道你，他们把我骂死了，真的是。谁把你骂死了？说我是骗子，不讲信用，真的是。你一天也不听我的话。
不是，人家等我们先回去再说好吧，他现在背着这么重的东西是吧，你干住什么住什么，我让他去享福，让他去嫁给他，他也不同意，也不听我的话，什么意思啊？等你睡一天的，不是，是不是想造反你啊？啊？对对对，哎，干活的时候你不来，哎，干完了活你来了，现在人家背着这么重的东西，你还不让走了啊？赶紧给我让开！我先回去。推啥？哎，哎呦，我天哪！来来来，先起来。不要看他，他都是装的，这真的是一天天在你面前装，他都是伪装的。那先起来。哎，你干嘛呢，女神经啊？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，你看那些人，我刚刚碰到他们都被他们骂死了。人家好好的包裹是吧，背在身上，你一下把人家给踹打了，我都活不下去了，烦死了，真的是。不是，我一天天的为他着想，他真的是。你是有多缺钱啊？同意，真的是。你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不好吗？啊，非得搞些鬼五六七的东西啊？怎么了嘛？我为他着想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欠别人的钱啊？啊，别人欠。我是为了他好，真的是。别人叫你还了，你现在没办法了是吧？就想尽办法的去弄钱，你靠自己的双手去挣不好啊？做这些干什么嘛？你看我让他去享福，真的是为他着想，一天天的考虑。你赶紧跟我消失，立马！赶紧给我消失，不然别怪我发脾气了。我最后说一遍啊，立即马上给我消失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，行不行？你说什么嘛？休息吧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赶紧走，等一下再收拾你。收拾什么？赶紧的。哎呀，小可，没事吧？刚摔疼了吗？没有。跟你一起捡吧，把它捡好。这个女人太可恶了，真的无法无天了。没事，我赶紧捡完回去吧。行，待会儿又下雨了，现在是的。哎，等一下小可，那个不是你姐吗？哎，你干嘛呢女神经？那个追我的那个人的，你不要打了，没事，你打的话要赔钱了。这个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，昨天还敢追我。你不要打了，你快下来，你赶紧下来，干嘛呢？太危险了，而且你不要打了，快下来，姐姐，快点来帮一下我。谁帮你啊？你干什么坏事啊？待会儿人家来了，赶紧走。不要打了，而且人家礼也没有多少，你别再打。不是，赶紧下来走了。赶紧的，你不走啊，你不走我们走了，等会儿人家找过来了。我要让他看看我不是好惹的，还敢追我。昨天我唱歌怎么了嘛？我又没叫他在唱歌，唱歌还管明明就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打了。不是，你不走我们走了。余神经走不走？你们不用管。那我不管你了，但是等会儿被抓住了别说你认识我们，我怕待会儿人家误伤我们。那个小可不用管他，咱们走吧。太危险了，你背这么重的，我们先回去把这个东西放了，我们再过来再说吧，不用管他了，这种人太危险了，你下来吧。走了走了，你背这么多的东西，待会儿摔了怎么办？那我一会儿再上来吧。不要管他了，走，赶紧走，不用管他了。女神经你慢慢走啊，等会儿人家来了别说认识我们哦。走吧。